一个句子给我，然后也可以顺便让爸爸妈妈知道孩子在学校学什么，然后爸爸妈妈也要会教他怎么把那个句子送回来，对吧？然后他们可以决定你要写什么人这样子，弟弟也可以。所以句式的仿写，好，稍微就是这边讲的是跟阅读有关。其实我想要介绍另外一个阅读的东西，就是其实我发现我们在讲话没有太多的温度，也就是我们讲话平常就是这样，你要去哪里，对吗？可是如果说你要去哪里，那这样子就会觉得他你真的很好奇你要去哪里，对吗？你要去哪里？所以其实语言是有表情的。当你要做阅读或听说，绘本是个故事，讲起来要能够让人家感动。所以呢，其实怎么样读是我觉得是蛮重要，所以教你们一点技巧，好不好？这个其实在我没有放在讲义上，不过我只是想要说。为什么跑到那么后面去，跑到那么前面去？